记忆。你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珍贵，每一个时光再给力也要失去，每时每刻都有运转风起。别浪费了，我叫你吃你吃嘛。你我的相聚都是那么的不易，可可可利息就是你乖乖给我打工，以后你妈妈和你都让我养。每时每刻都有潮落潮起。给你写的信我收到了，尽管你不会看，但是我还会坚持写下去。把爸爸还给他，你爸爸是杀人凶手，你走开，你走。那我要跟你约法三章啊，第一，你以后不许勾搭别的女孩；第二呢，不准乱花钱；第三，有什么事都得跟我商量。如果遇到我们俩有分歧呢，永远都是我对。你我的别离都是那么的难舍。裴明宇，到，出来，出来。跟我到办公室去。上次你给我打过电话之后，我找陈明宇聊聊。他现在整个人的情绪非常低落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当面聊一下，也许对他的改造会有所帮助。他敢见我，谢谢啊。报告，陈明宇带来了。报告，进来。你们两个好好聊聊吧，我们出去。行。
穿这衣服挺好看的。吃晚饭吧、哦、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吃大餐了。明玉啊，夏薇在哪儿呢？过去说两句吧。去吧。江姨，我来。明玉，公司给你开了个欢迎会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我不想去，我要回家。上车吧。有事儿吗？我想和明宇说几句话。明宇，门口有人找你。谁啊？夏薇。让他走吧。我拜托你，有点眼力见好不好？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才相聚，别再给我们添堵了，行不行？我就在外面，不管多晚，我和全公司的人都会等你的。喂。喂，夏薇，你在哪儿呢？人接到没？喂。我在他们家门口呢。那陈明宇呢？说话呀。我等他呢。不是，还等啊？那陈明宇到底来不来啊？晚点吧。那得多晚？我跟你说，夏薇，员工们是从早忙到晚，是困的困，饿的饿，你能不能催催陈明，让他快点？全都等着，扛不住的可以走。儿子，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。礼物？礼物？你什么时候去买的礼物？小苏，什么礼物啊？这是我亲手做的。来，奶奶一个，红玉也有一个，你也有一个。谢谢小苏。啊，红叔，对不起，我觉得你不太喜欢它。哎呦，谁说我不喜欢了？你要给我肯定要啊。小苏，这东西好像是女孩子做的。女孩子会做，小叔也会做。小叔厉害吧？啊！你们在里面就靠做这个来打发日子呀？其实一部分的时间都在跑步，跟那些警官聊天、看书，这是用晚上多余的时间才做出来的。妈，你觉得我的手艺不错吧？真是苦了你了。你
说你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啊？其实是因为我受苦太少了，这一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我终于知道幸福就是有家人在身边，过得平平安安的。我看看你的手，你看你长了这么多的茧子，转眼一年了吧？这一年妈妈多想你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男人多吃点苦，成熟得快，应该为他高兴才是。你瞧你哭哭啼啼的，咱们怎么开饭呢？没事没事，行了，吃饭吧，还等什么？明宇饿了吧？好，来来来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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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哎，红玉啊，有什么轻松一点的音乐放下？你要听什么歌呀？你点。我在里面吃饭的时候，只能够听到勺子掉了的声音。那你去挑吧，我陪你。好。不想打扰你们，可全公司上下从早到晚都在等你，要跟你庆祝。庆祝我刑满释放。你是他们的董事长，他们为你高兴。我不是，你才是董事长，我没什么好庆祝的。跟我走。哎，你松开。夏薇，我告诉你，陈明宇现在是自由身，他不属于你，也不属于天诺，请你不要再用这种总裁的样子指示他这样那样的，行不行？请你马上离开。红玉，我们回家。你是自己走还是我打电话叫警察来请你走啊？红玉，走了，回家。我夏总，那个我看大伙儿都饿了，我就让大伙儿先吃了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发号施令了？对不起夏总，还站着干嘛？都吃饱喝足了吗？都回去吧。走吧走吧，大家赶紧散吧。乐队师傅，谢谢你们啊，可以先回去了。夏总，你没听到我说话吗？出去。发现你已远走，看不到我脸上的无奈，忘记相爱的誓言，忘掉你的吻。
你怎么才回来？办事儿。人家幸福等你好半天了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别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说他，让他下不了台。妈，公司的事你不知道就不要问。那个夏总，今天对不起啊，是我不好。幸福，我们私底下是朋友，说什么都行，但在公司里我是你的上级，你是我的司机，你不要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。今天你在公司里私自发号施令，让员工怎么看？天诺是我的吗？啊，公司还有章程吗？还有制度吗？还有上下级吗？蓉蓉，回到家里啊，就好好说，别老教训人啊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你别生气啊，阿姨给你赔礼道歉。阿姨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人确实就爱多管闲事，今天该骂。行了行了，他是不是不高兴啊？啊？嗯，陈明宇没来。哦，怪不得。正好，幸福啊。你辛苦了，他心情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别这么说，明天我还要上班，我先回家，你早点休息。好好好。哎，哎，你开车小心点。你休息吧，阿姨。进来吧。还没睡啊？还没。哎呦，你这点这么多的灯，这怎么能睡啊？灯都开着，感觉比较像家。明宇啊，你回来就好，回来妈妈就放心了。不过你别怪我多嘴，你不觉得你今天对夏薇的态度有点过分吗？不过分，他会走吗？都怪我，你婚姻的失败都怪我呀。别说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也许我们两个不合适组成家庭。明宇，我知道你这么说也是无奈，不过在一个家庭里，夫妻确实需要扮演很多的角色，光有爱情是不够的。我知道。算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不再说了，回来了就好。过几天等老房子收拾好了咱们回家住吧。行，怎么都行，只要你高兴。咱们以前都是我跟哥听你的，现在变成你听我们的了。明宇啊，你不觉得妈妈过去的性格太强势了吗？我太霸道了，我总把我的想法强加给你们，真的让你们很为难。我现在意识到了，其实你们要是不快乐，妈妈也不会快乐的。真的，你们开心我也开心啊。这个好不好啊？花朵，来，让小薇阿姨喂水水。好，来，喂我们你。来，先练一练。花朵长得越来越像你了，谁养的像谁？再说，女的还会十八变呢，是不是啊？花朵，给妈妈笑一个。好，不喝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吴刚呢？怎么没看到吴刚啊？
吴刚跟潘美选场地去了。什么场地啊？我们的婚纱照场地啊，我们都说好了，我们一家三口啊，准备去拍一套室外的婚纱照。你要拍婚纱照了？恭喜我吧，我和吴刚领证了。真的？你们终于领证了，真要恭喜你啊。什么时候办事儿？下月初吧。那我得包一个大红包。红包就免了，不过呢，我也不会饶了你的。这样吧，你帮我设计一套适合我又洋气的婚纱怎么样？真要我设计啊？对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在你那些设计图中找出一款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你的设计方案比 Mary 里的要大胆得多，所以我特别喜欢。怎么样？我好久没做了，我怕做不好。我可是你的第一个客户，你不能拒绝我。再说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。你不是曾经跟我信誓旦旦地说过你伟大的理想吗？理想离我是越来越遥远了。没关系，再远也可以捡回来嘛。就那么定了。花朵，见了刘队长。可惜啊，你错过了去年的比赛，那再给个机会吧。好，那可就要重新开始了。好，我现在是个新人。好，欢迎归队啊。我现在可羡慕花如锦了，有一个可爱的孩子，有一个爱她的丈夫，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那是因为她遇到了对的男人。姐，我不是说你啊。哎，听幸福说，昨天陈明宇没来。他嘴怎么这么欠啊？他不说我也能猜得到，都跟你说了，别白费那心思。他肯定没脸见人。我答应过他，等明宇回来，我就把天诺还给他。你说的轻巧，天诺现在离得开你吗？这都是你一年苦哈哈拼出来的。就算你走了，天诺的人能信任陈明宇吗？你就老实待着吧。我干这些，都是为了跟陈明宇交接，总不能让他接手的时候是烂摊子吧。那这些你都跟他说了吗？干事就行了，为什么要说啊？我又不是要邀功行赏。这就是你的毛病，你总是咬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，活该人家不理你。你能不能不在我伤口上撒盐？你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你得跟陈明宇说清楚，他要是不回来，你就当个甩手掌柜，把天诺扔给他，看他怎么办。总不至于他真的让天诺黄了吧？那我也太不负责了，天诺还有这么多员工等着发工资吃饭呢，这责任就该男人担着。花如锦不就是例子吗？你看他以前在天诺的时候跟着陈金宇有什么好下场，自己的孩子都不认，现在一离开天诺完全变身为幸福小女人。姐，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生活，别到时候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得不到。你说的也对，天诺是明宇的，他不要也得要。这悬挂不错呀。哎呀，来，一年不见，你好像发福了。嗨，中年男人到了发福的时候了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应该开不了越野车了吧？是啊，原来一个人怎么着都行，现在要经常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，安全性和舒适性这是第一位的，所以啊，想让你帮我推荐辆车。大概想花多少钱？
30-40万吧。这个预算能买的车有很多啊。你比我懂。怎么样，明天陪我去看看？没问题，走。哎，嫂子她现在怎么样？叫嫂子是没错，不过这老公换了。抱歉，我们已经登记了。他妈说抱歉，他们离婚，你们结婚，这都是合法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一定去。不许砸场子。那要看我喝多少酒。哎，孩子现在还好呀？有机会去家里看看吧。咿咿呀呀的话特别多，饿了找他妈，吃饱了就来找我。我这一进门，他马上哭，一抱起来马上就好了。孩子叫什么名字？无花果。笑, 笑什么呀？大师算的，我们爱情的果实多好呀！妈妈嫁人，孩子也换名字了。哎，是啊，这都是为了孩子着想。以后孩子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怎么跟他说他爸爸的事情？再说了，车祸的事情，陆锦心里一直有阴影，你也多理解吧。理解。哎，你这准备大干一场啊？除了比赛，我还要先找一份工作。好啊。你觉得我做董事长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能把天诺当成自己的事业就很不简单了。这不是我的事业，我想把近期的事和需要做的都做个交接。您要走？现在陈总回来了，我应该把天诺还给他。您的意思是让陈明宇来接管天诺？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，所以这件事还麻烦你金秘书。我，我能做什么？今天。3分56秒，差点意思啊。
白天我不能来，晚上帮我留位子。你白天干嘛去？卖车。卖谁啊？卖给富婆啊？我不挑，男女都卖，能赚钱就行。不是我说你这么玩命，身体能吃得消吗？进去一年全长肉了。哎，晚上不用陪我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那好吧，晚上你随时来。康康，康康，下来，咱们该回家了。我不走啊，我要住在这里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赶紧下来，下不下来？阿姨，阿姨，你看，这是康康的转学通知，我都给他办好了，还是原来的学校。你放心吧，安心的住在这儿。算了吧，不用了。康康在这个学校挺好的。康康现在的学校和以前的学校教育的方式完全不一样，孩子根本就不适应，学习成绩又上不去，才一年级，他心理压力就那么大，康康都没有自尊心了。是啊，这里才是康康的家，有他最熟悉的小朋友，从小一起长大。环境他也熟悉，以后上下学也方便。阿姨，你就搬回来住吧。这事我做不了主，得明玉来定。哎呀，江叔，这也是夏薇的一片心意。啊，真的谢谢你们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实在是住不起。这有什么住不起的呀？房子夏薇都给你买了。哎呦，这跟钱没关系啊。我是真不好意思住。哎呀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住的？替康康着想，劝劝明宇搬回来吧。啊！再说了，这事我定不了，真的定不了，让明宇定吧。康康，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真走了。别走了！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这么听话？留下吧，你到底走不走啊？别这样，阿姨。妈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找能做主的人。陈总，这是设计室出的新款手链，工厂等着您签字开工呢。还有这份是杭州分销商的续约合同，您得签字，我们必须马上派销售部的人过去。还有这份是这个月财务室的报表，您得签字，我们才能发工资。哎，别挡路，这事儿就找你们夏总。夏总已经把公司所有的业务都移交给陈总您了，所以必须得您签字。他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了吗？要您在这份交接单上签字。金秘书，我不想让你白跑一趟，你告诉夏总，以后有关天诺的事情不要来找我了，我不会签字的。您姓陈，我不找您我找谁啊？哟，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啊。夏总，陈总还是不签字。别叫我夏总，我已经不是了。陈总不签就搁在那儿，好多事情等着处理呢，员工们还等着发工资呢。那就告诉他们说陈总很忙，在收拾屋子，没有时间给他们发工资。也顺便跟员工说，因为夏总一意孤行，所以耽误发工资。对不起二位，请你们尊重一下我这个员工好吗？天诺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才坚持到今天，陈金宇为此付出了那么多心血，可你们竟然对这份责任不管不顾，推三阻四，你们对得起我们这些为你们卖命的员工吗？夏总，签字吗？我已经不是董事长，我签没用。我们还没有交接，这里所有的都是你的，我只是代理。你现在回来了，就应该你来做主。陈总，您要是不签字的话，天诺很多事情都得耽搁，听见了吗？陈总，那就耽搁吧。你们俩把我夹在中间，我很难办的。好吧，陈明宇，咱们各退一步，我签字，你答应我去一个地方。金秘书，我也不为难你了。你把这个交接书给我，其他你带走吧。好的，夏总。
见。你说话算数吗？去哪儿？跟我走。那，你的车你开。你干嘛？你开车。这是你的车。我的鞋这么高，怎么开啊？你怎么开过来的？我司机开过来的。那司机呢？他走了。快点儿，快点。到这儿来了，坐。我是忙里偷闲跑过来的，我刚带孩子呢，我得赶回去一会儿。那有什么事电话不能说吗？电话里没有诚意啊。我跟吴刚结婚了。不会吧，你真的跟他结婚了？是啊，我们两个已经领证了，想着月初可以在酒店摆几桌，请老朋友，怎么样？来不来？谁跟你是老朋友？不会吧？哎，你可不是我一直认识的红月娥。事儿都过去一年了，你还生我气呢？明宇去不去啊？吴刚给他请柬了，他去不去我就不知道了。好啊，那他去我就去。对啊，要是你们俩能一块儿来的话，我最高兴了。你想让我们俩一起去？你是想让我们当你的伴郎伴娘吗？伴郎伴娘？我没想过。那就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哎，不是这意思啊。我是说，你愿意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我已经很开心，很开心了。关键是，夏薇可能也会来。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你应该听说了吧？他妈妈何雨辰是我跟花朵的救命恩人，所以我结婚我不可能不请他们母女的。行，那这样，我和明宇当你们的伴郎伴娘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在这里啊！啊，是夏薇请我回来的。哎呀，我听说你们要搬回来住了，我赶紧把上家伙给辞了。在你家这么多年了，太有感情了。哎呀，我现在还能看见你两个，我太高兴了。徐姐，啊，你去泡壶茶来吧。啊，好好，我这就去哈。你们俩坐着歇歇哈。这个茶几看上去是不是一模一样？都是那么珍贵。
时光，再给力也要失去。每时每刻都有运转风起，成功再陶醉也要清醒，每时每刻都有潮乐潮起，每时每刻都有困惑和纠结，你我的别离都是那么的难舍，可知可感的真诚在忙碌纠结。